常温的条件下，下列化学物质何者最不容易跟铜离子形成错合物？那要形成错合物，我们必须要有 lone pair， 有 lone pair 才能作为配基的一个条件。所以这边的选项 A 选项 EDTA 是一个多亚基， B 选项阴离子的氯离子有很多 lone pair， 有四对 lone pair， 其中提供一对。那 CN 负也有 lone pair， 也可以。那氨根的地方，本身氮的旁边接了四个氢，结构上面已经没有 lone pair 的结构，所以它没办法当配位基。第五个选项水分子，水分子也有 lone pair。所以没有 lone pair 的是第四个答案选择猪。